来想做什么？怎么有点想要带人？没有啊，就是好温带人的给我。他就算从高雄搭高铁上来，他心里一定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吧？说出你的愿望。我们又都是男人，你会想要跟我抱一下吗？应该不会。本来是来看月凤的。我只能以咖啡代酒了。我这个答案，我觉得非常诚实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、啊？什么原因？不要再转了，你说来一下，我看你转的好不好？还有就是想要问月凤，那个她的妹妹怎么样？她不能问我的妹妹。妹妹怎么样？这可以回答你，这还蛮好的。对，阿多拉的女人妹妹。当辣。哇，那你真的是跳很远啊！好乱哦。哦，所以你今天的两个目的都是为了月凤啊？那你知道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吗？主题就是吃东西啊。叫阿波拉的下午茶，好不好？他们是月凤的下午茶，是吗 ？OK， 所以请你出去。OK， 好了，那让我看得出来你是爱屋及乌啦，因为喜欢月凤，所以就不得不来看看阿波拉。那也谢谢你了。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他吗？留方式很好，我不想再跟你聊天了。我随便一问就遇到一颗地雷。要挑对的。我就想说，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有男生来啊？我也很久没有这样，因为这样抱的好像只有我儿子。咬一咬，我们两个就不。太好了。